挪亚方舟艺术馆博物馆正式开张，而且门票便宜，进来还可以吃到饱，安尼偌好。全世界刚一间名，会使多博一个，但你搁食咖啡。对，阿旺的亲爱的艺术家住店帮你签名，安尼好唔好？大家好，我是老王，不是老赵，刚好他不在，嘿嘿，来蹭一下他的人气。哎，听说我们老赵他最近啊，哎，这个人气还蛮旺的，啊，也很开心，今天老赵到进入诺亚方舟领受神的祝福。啊，我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人家会称呼我是艺术家，啊，感谢上帝，都是上帝的恩典。他是被餐厅耽误，餐厅了，餐厅耽误的艺术家，餐厅耽误的艺术家是艺术被艺术耽误的餐厅家，餐厅老板，哦，对啊对啊，我现在可以反问一下，我是因为经营餐厅领受神的恩典成为艺术家。哦，哈哈哈哈，原来就是这样。等下你若看会叹为观止，我跟你讲，你看他的艺术品免票啊，伊请你吃饭，请自助餐，啊你唔是，请你吃自助餐，啊你入一下门票看只迄个伊的创作，哦，咱得冰箱嘛，对吧？哎，我雄雄想到，那你当得冰操作啊？这个叫挪亚方舟博物馆，然后展示后把塞枪，然后看哎甲崩边景，所以我们现在改一个方向，挪亚方舟艺术馆博物馆正式开张，而且门票便宜，进来还可以吃到饱，安尼偌好。全世界刚一间名，会使多博一个，但你搁食咖啡。对，阿旺的亲爱的艺术家住店帮你签名，安尼好唔好？签在哪里？你去签名了你啊？签在脸面。有时候圣灵的感动啊，老板可能创作多少？我天！老板可能创作多少？我天！无啦，我来讲，你等下来，让伊看了有感动啊。但是第一就你爱来啦，你爱来。我来讲，我们老赵常常出现那个背景旁边有一个雕刻，那就是你做的啊。好、哦，对对对对，哎，绝对没有给你骗。没有给我骗，这样记得来挪亚方舟艺术馆博物馆看这个所有的雕像，免费让你吃到饱。哦，你看看哦，你现在眼睛所看到的这些画，老王做的，他没有外面买，老王自己做。还有那个那、啊、这个像这个长颈鹿、斑马，你以为他是去哪里订？错，老王自己做，那就厉害了吧？而且最厉害是什么？伊家里不要行销了，他每一个创作都有一个故事。你看他这个什么人子来。哦，这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，人子来为了要拯救世上的人，一拍摄不好意思弄别人的照片，世上的人是他把自己刻上去，这是他用电烧的。那他每一张哦，是你看他写王灿斌创作，其实就真的创作电烙烙画，哦。为什么要用电烧？而且电烧好像是失传已久的一个电烧型啊，是了。电烧，电烧有这种创作吗？有，它叫做电烙画。
啊，电刀的话，他之前有的时候会在皮革，也有在那个一般的宣纸上面，就是用铁器来去搞火烧，直接威起来，所以他都要烙画。老赵问一下老王，你很多可以创作，你为什么啦？哦，为什么会用电烧？一定有个原因吧？我刚开始是从玩木头开始。我喜欢一些漂流木，好漂流漂流，什么插扣啦，对哦。啊，但是你要在这个木头上面创作的时候，除了雕刻以外，电烙的去创作在那个木屐上面，我看到这个还蛮不错的，我就那边有认识的朋友，我就跟他说，那可不可以我请他就帮我买一套电烙。电烙笔，那是我第一支电烙笔，他那个时候是他没有温控的。哦，我第一支都烧了，一滴烧了对啦。啊，那就是要靠技术。那刚开始的创作很简单，我就去人家锯木工厂拿那个边角料，细细的啊，一点点的尔吼。啊，从开始写字开始，我那个字真正是啊，尾仔去看到真正。惊到哦！不是，目屎拢流出来。写了上好，写得太漂亮。写得太歹，就好像那个初学者小孩子在写字一样。啊，因为这样子开始慢慢下功夫，然后对的木头的材质、电烧的那个笔触，因为每个木头的话，它受热的那个那那个功能熔点不太一样，五叶茶较好烧啊。有时候木头它有一点类似黏轮，在烧的时候，五叶的经验超会搭五叶的烧的，慢慢的开始有一些想要开始去画。画图像当然很多人说，你怎么会那么多的动物啊？挪亚方舟就是要动物啊。对，民间有达人。对对，我说我就开始就画动物，啊，画动物开始从慢慢，有人说你有学过吗？其实我这个年代来讲，我50年次的，看不出来哎，怎这样呢？那就40年次，看着像50岁，40年次50岁。那我们那个年代，我们有美术课，有工艺课，对啊，其实那就是个基础养成。哦，其实我真的台湾的教育应该在回归这个样子，你至少小孩子挖个也当瞎摸饼，我有工艺课，我有劳作，啊，画画就是从那边做，我才知道我这个有兴趣。对啊，他其他都没兴趣。对，一个工艺课、美术课有兴趣。所以那个时候，那就是一个启蒙一样。对了，对。啊，你慢慢的你就开始在开始去画。啊，画当中你开始有兴趣，五片主料，那没有人逼你，是我想要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看出哦，老王他的食材跟他的艺术是同样的坚持，其实就是他真的就是他有一个理想，他就很执着在理想里面。这种人是好，所以车上的东西跟各方面其实是幸福吗？很幸福啊。他今天遇到这个疫情，他遇到这些困难，其实也是他艺术家的个性啊。但是我觉得人哦，能够坚持是好的，而且择善固执嘛，他是择了那个善，他是为了他的员工，他选择那个辛苦的，不是简单的是说，因为无薪假啊，哦，点休息的啊，啊，甲厝头家讲啊，你在生活，可是这样大家都很容易做到，但是以他的做生意跟他的艺术跟他的信仰是有隔阂的。我常常就想说，什么时候才能够去呈现出你在这个事情上面的见证？就是说，你没有遇到的时候，说我能怎么样哦？我一定能够善待我的员工什么什么。但是真的困难来的时候，才是证明你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可见他是真的，所以他的食物，他所做的这个食材也是真的。哎，老王，我的老朋友蔡边儿，哎。这个老赵今天介绍的哦，绝对是值回票价。大家听了这么多，不如自己来清尝一下。记得哦，找兵哥老王哦，他会真的除了让你真的是吃饱以外，让你的这个生命也可以得饱足。好，记得我们再见面哦，在宜兰的哪里？罗东的哪里？洛雅方舟。好，再见啦，拜拜。